哪？去武关。好啊。那我想让一般的游客能更深入的了解的部分，我希望有三个地方，一个是古关的空气，那我们也深具信心，古关的空气真的是全台湾最好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泰雅的文化，也能去多多了解这个原乡的一个泰雅文化。另外一个就是中横的一个开发的历史，还有八仙山的一些伐木的人文。像大家可能对八仙山认识，我认为不会很多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半封闭的一个林场，但是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林场，它是以前台湾三大林场之一。我比较会推荐客人的是，它也有一条石文溪，这个石文溪的溪水是非常清澈、非常有名的。以前在早期四五十年前，可能它是台湾的两大名泉之一。另外的话，八仙山也有一些自然生态，那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大家进去参考、进去看的。这个是我们泰雅族的口环，然后它是像他们那样子，它那样子吹这样，然后中间有分竹片跟铜片，真的。我们泰雅族的特色，像以工艺品的话，就是有口簧琴，就是我们在地有族人在制作跟教学的。那还有一个织布的文化的话，就是目前在我们就是国中的学校有推民族教育的课程，也是从开始种苎麻到编织都有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泰雅族的口簧琴，我可以吹给你听。好啊。好。今年刚好是中横的开通的60周年，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大古关的概念，把里冷、把松鹤这些资源也都能跟古关的温泉、古关的空气来结合，让大家进来能做更大范围的，或者更深度，或者是能够多天数的一个停留。要上去离山的客人，他也可以进来古关，然后从古关再转搭丰原客运再上去离山。那我也希望一般的游客大家都能利用，假如时间不赶的话，可以利用公车进来这边玩。希望能在古关结合公部门，结合民间的力量，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我们在古关能设立一个剧场，一个原民的剧场，让这些小朋友在这个地方泰雅的文化能有一个很好的传承，那也有一个工作机会可以在这个地方展现。这次的旅程深深体会到古关的人文风情，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玩。